欢迎收看110年3月6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中博桥引道拆除进入倒数计时，在长达9天的拆桥过程中，店家忍受噪音和交通的不便，也抱怨对生意造成不小的影响。当地的里长就反映，车辆临停卸货就马上被开单，害得客人也不敢停车消费，呼吁能够减收营业税，多少能够补贴店家。巨大的拆桥声响，在拆桥的第一天就吓跑了不少旅店的客人，住房率大受影响，店家都拉下铁门，没有办法做生意，大家都跑去避难寺的站区外，像是空城一样。有一家两家，通通关门起来，根本就没办法去做生意。商家的影响蛮大的。只有第一晚有受到些许的影响，那后面的话是都没有做有任何影响。对我们住房率一样都还不错。除了要忍受噪音之外，交通也很不方便，因为交通管制，车流大都快速通过，警方也强制取缔违规停车，连店家卸货临停都被开罚单，其他客人更不敢停车消费。里长反映，呼吁市府能够减收营业税。真的是对他们的影响真是蛮大的，因为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嘛，客户来拿货或者是送货一定会稍停一下，但是我们的执法人员讲实在的，这个人家是重也到诶，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哦，在营业方面哦，就是营业税方面要减免一下，希望我们的交通局还有市政府哦，应该朝这个方面去做。虽然之后几天的拆桥作业噪音有比较小一点，住房旅客渐渐回笼，旅店还贴心的准备耳塞等备品，车站到旅店的行走路线也有改变，旅店也会特别告知。我们有稍微跟客人提醒一下说，最近会施工，那我们也有附耳塞，就是让他们觉得，如果稍微有点声音的话可以用耳塞这样。虽然这是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工程过后以后，这是更繁华更美丽的高雄市了，所以大家都能够去体谅这样的工程所带来的这些损失。拆桥作业让战区四周变成大工地，影响范围和强度随着工期接近尾声慢慢减轻，战区商圈只希望阵痛期赶快过去，恢复以往的荣景。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中博高架桥引道拆除之后，站西路预计3月8号上午的6点通车。铁道局将接续进行高架桥中段长达2个月的拆除作业，到时候高雄车站东侧将全面的封闭，旅客要改走站西路进出车站。铁道局在站西路上都规划有人行道，天棚完工之后更可以连接绿园道。中博桥引道的钢架已经拆除，只剩下路面重铺作业。引道拆除之后，车辆就可以进入站西路接受搭火车的亲友，而道路两旁也设置人行道，路面还特别涂上绿色，保障行人安全。未来我们从旅客从车站大厅出来之后，我们有布设人行道，那两侧往北的地方是两侧都有布设人行道，那往南的部分呢，我们是在西边的部分有布设人行通道，那旅客就可以经由人行通道，然后前往九如路以及建国路。行人除了走平面的人行道之外，铁道局还设计了跨越车站的天棚，先行施作西段的天棚，完工之后可以连接铁路绿园道，行人和自行车都可以通行。在中博桥全部拆除之后，再完成东段的天棚。那这个天棚的设置呢，是为了以后跟高雄市政府目前在施作的园道的工程的廊带做一个衔接，那未来我们的天棚上面也会是一个绿带，那会布设有人行的通道以及自行车的通道，然后会是一个旅客跟市民非常好的一个休憩的一个活动空间。至于中博桥中段的部分，预计还要花2个月的时间拆除，到时候车站东侧桥段下方将全面封闭，旅客进出一律改由西侧站西路进出，东侧连通南北站区的人行通道也会封闭。站西道路通车了之后呢，那我们后续中博的中段的这个部分的桥点，我们会接续去拆除，那预计拆除的时间是2个月。那它在拆除的时候呢，因为中博高架桥它下面的有一部分呢是在现在的车站的营运区，所以我们在拆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那个地方做一个封闭，让避免旅客跟拆桥工程产生一个交织的一个危险。高雄车站经过拆桥的震撼教育之后，中博高架桥换成站西路，整个人车通行路线也跟着改变，民众恐怕要重新熟悉一下才行。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
前镇区新仁国中举办40周年校庆园游会，特别结合地方创生活动，并且认购善导书院的凤梨来义卖。由于书院的学生都是亲自下田，靠着种凤梨来筹措学费，而这一次凤梨外销事件，学生家庭的生计受到重大的影响。学校希望以凤梨情传爱心活动来帮助善导书院。校长、老师和家长、学生每人拿着一颗凤梨，像 model 一样在台上走秀，展现各个饱满硕大的台湾凤梨。而摊位上也有凤梨义卖，不少参加校庆园游会的家长、校友也前来响应购买，也让学校的学生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帮助的体谅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有结合了善导书院的义卖的这个事情啊，正好也有善心人士，我们杂学校透过国发会的一个经费的一个争取，我们认购了200颗的凤梨，销售获得问题，所以也呼吁更多的市民朋友来抛砖引玉，来买凤梨，台湾旺，人民旺，大家旺旺旺。新仁国中是透过地方创生计划与善导书院合作，协助以照顾弱势家庭和学生的善导书院筹措学费。因为书院的国中小学生都要下田种凤梨，培养自给自足的能力，受到凤梨事件的影响，学校希望用凤梨情传爱心活动帮助书院。一箱凤梨是一个小朋友一个月的早餐费用跟晚餐，所以这箱凤梨非常有意义，是他手心向下，所以我也谢谢肖老师帮我们一起来响应这件事，教孩子如何自给自足，手心向下。也期待能够抛砖引玉，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善导书院的这些孩子们的一个发展状况。我知道他们生活不容易，但是我们愿意跟我们学校一样，我们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要解决问题，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分享。好，这个就是分享，凤梨就是分享。热闹的校庆园游会活动吸引不少社区家长和毕业校友参加，参观学生学习成果之外，也参与买凤梨助弱势的爱心活动，支持台湾农业和教育。记者李正道、雷昌邦高雄报道。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中博拆桥工程在228连假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就面临交通大考验。市府交通局表示，在替代道路上车流有大幅增加之外，在高雄捷运的运量上也增加了30%。未来几天，交通局将持续优化周边道路的顺畅度，希望民众能够持续配合并且见谅。中博高架桥拆除工程已到了第4天，而今天是连假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可以看到替代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的多，但没有出现拥塞情况。替代道路车流大增，再加上工程车来来往往，中博桥周边除了偶有出现交通阻塞的问题，其余整体还算顺畅。而今天一早，相关单位也在6点就加派人力到各个替代道路的路口，为第一个上班日的交通加强应变。上班的首日的部分呢，我们的警力消的情感呢，从早上6点就开始进驻了哈，来针对路口的部分来疏解，因为毕竟很多路口的市民是第一天的通过，所以针对他的交通习惯的部分，有没有特别安排警力的部分来疏导。根据数据显示，主要替代道路自由复兴路以及中华路的车流约增加了2000辆，分担了中博桥30%以上的移转车流。另外，也有许多民众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在高雄捷运的运量也增加了30%。在替代道路的部分，在自立路跟复兴路的部分的车流量分别有增加了各1000跟2000辆的车流，也就是真的有车流移转到了其他替代道路。我们观察到一个地方，有很多市民朋友他愿意选择去使用高雄捷运来进出，那相对的在站区的交通的负荷部分也减少了很多。而交通局也表示，未来几天相关单位也都会协力配合，不管是在路口的指挥人力加派，还是在替代道路上的灯号串联等等，都会持续做调整，让市民朋友在用路上能够更加顺畅。紧急的路口部分，我们也持续在检讨它的红绿灯跟号次的调整，让整个车流能够运作更顺畅。也呼吁市民朋友在我们主要的替代道路包含复兴、自由、热河，还有像南华路这些路段的部分都是商家比较多的地方。这个替代道路的
能不能够运作顺畅呢，就是有赖于这些车道的维持，所以警察局也会针对这个路段的违停的部分呢，会加强拖吊跟取缔。拆桥工程已迈入第四天，从高处往下俯视中博桥，已经快看不出桥体原本的面貌，期待在工程之后带给市民朋友不一样的战区新风貌。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中博高架桥这座连接高雄南北两端的路桥，在拆除作业中慢慢淡出民众的眼前，却仍然有不少人急于留下它最后的身影。有人用影像记录下白天夜晚不同的样貌，也有人用生命岁月见证中博高架桥的诞生和结束的时刻。从2月27号凌晨开始拆除的中博高架桥，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五天的施作工期。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机具和工具车来来往往的进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中博路桥已经一段一段的消失了。为了替城市的每一段风华留下不同时间点的记录，不少的市民拿起手边的手机或是相机，拍下了中博路桥的施工样子，也是替自己和后代子孙留下珍贵的影像资产。我是从记录地铁路地下化，然后到路桥，它的整个城市的一个变迁。当然在整个城市的变迁，我想它产生了一个进步了，它一直在进化嘛。那城市 我看过几个那个路桥拆完了以后，道路都变宽了，那感觉也很方便。有人选择影像的拍摄作为记录的工具，有人则是用青春岁月见证中博高架桥的前世今生与未来。从中博地下道，然后在这个桥是17年前，它已经使用17年了嘛，到现在，可是这个桥在建立当中，对我们商家真的是影响还是蛮大的。住在紧邻中博路桥旁的居民，对于高雄火车站周边的变化最是有感觉。看到中博高架桥的加速拆除，不但对市府的积极态度赞誉有加，更是期待未来商圈能够重返荣华。我们这一代火车站这一代真的是没落很久了，我们期盼说它现在拆掉了之后，我们这个商圈火车站这里真的是可以繁荣起来，然后带来一番更不同的景象，工作效率很好。我觉得当初预计我知道好像是2个月才能拆除，它竟然可以缩短到等9天到10天嘛，这个时候我们当初我们真的是蛮意外的，所以这工作效率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新的市府团队能够把高雄市建立得更好更美。井然有序的工地现场加上超前进度的施作，中博高架桥上以往的车水马龙只剩下了回忆，市民眼中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愿景和期待。港都新闻潘志光、吴曙婷采访报道。三凤中街附近有一片台铁宿舍拆除之后的空地，在商圈理事长和台铁局协商之后，将空地暂时作为停车场之用，来方便到商圈来采买民众来停车。另外，理事长也建议台铁局在一旁的三块座车站辟建老火车头休闲园区，期盼商圈和车站能够连成一气。这一片停车场用地就是铁路地下化后台铁宿舍也跟着拆除遗留下的空地。由于三凤中街停车空间不足，商圈理事长就和台铁局协商，将空地作为停车场之用，未来新建综合大楼时也希望能够预留停车空间，方便到商圈采买的民众停车。开会的时候也有我们跟我们商讨这个事情，我也跟他们提到说，如果以后这边规划为这个大楼啊或是商场的部分，一定要把这个停车场纳入了，这个铁路局也是非常赞同，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方便啊，而且离铁这个车站又近，事实上这个规划车这个停车场是非常重要。这一处停车场除了方便到三凤中街采买的民众停车之外，到三块厝车站搭车要停车的话也很方便。而在绿园道完工之后，商圈理事长也建议台铁局在三块厝车站到三凤中街之间开辟一处老火车头休闲园区，将商圈和车站紧密结合。大家来这边消费的时候，或是从三块厝车站出来，可以看到是一个那个老式的那种回忆的一个的月台哈，上面也可以卖一些哈，其实铁路便当啦、所有的咖啡啊什么都可以，然后把它延续到这个
三德西街。而三凤中街是著名的南北货集散地，专卖许多高档食材。商圈理事长也计划将一旁的三德西街打造成美食一条街，用三凤中街的食材制作各项的料理，让商圈更加活络。那三德西街，我希望它是一条美食街，也希望它是一个，有一些文创可以来这边设立，然后跟我们三凤中街，我们是卖食材的嘛，能够结合在一起，让它成为一个总和的一个商场。让大家来这边，来三块厝车站，可以交通方便，也可以来买一些自己南别货啊，一些香菇、干贝、鲍鱼，所有东西都可以一次买足。铁路地下化之后腾出许多空间，也激起地方人士对这些空间的许多想法，规划为公共空间和设施，方便民众进出消费，促进地方繁荣。记者李正道、赖昌邦高雄报道。针对幼儿园公共化设置，市长陈其迈责成教育局今年要达成四成的目标，也就是提供大约5900个幼儿生名额。教育局表示，从设置新建场域到运用闲置公有空间，有信心达标，让更多有需求的市民享受公共托育的服务。针对幼儿园公共化的设置进度，高雄市长陈其迈在主持市政会议上责成教育局今年目标供应量要达到四成，也就是提供高雄市民大约5900个幼儿园生名额。从设置新建场域到运用闲置的公有空间，陈其迈指示各单位机关要积极配合，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享有公共托育的服务。在托育家园跟公托啦，我在想说消防安全，这个部分不能打折扣啦。其他的那个标准假如真的是太高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些调整变通啊，尤其跟南部薪资跟北部又不能比啊，所以无论如何这种公托公共化的这个托育一定要落实。教育局长谢文彬在会后表示，公共托育的服务不是仅在市区才有，除了因应人口众多的区域有迫切的需求需要提早规划外，偏乡的民众也会依照人口分布点来评估设置，力求服务与照顾都到位。我们会力求去尽量做一些平均，特别是有一些区它是本身就是人口比较多，这个部分需求比较迫切，那偏乡的部分我们也会去按照这个来做一些平均的分布，希望能够照顾到包括偏乡跟市区的市民。会议上针对中博桥引道的拆除作业进度，陈其迈感谢工作团队的用心，替代道路的宣导有效地在上班首日不至于有交通大涌塞的情况发生，同时也谢谢市民朋友的大力配合。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110年度高雄市老人免费装假牙活动开跑了，即日起到6月底，只要您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辈，都可以前往特约医疗院所进行筛检，名额有限，额满为止。邀请符合资格而且有需求的民众尽早筛检。今年度高雄市老人装假牙活动即日起开始受理筛检，只要是65岁以上的一般或中低收入户长辈，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辈，并且户籍在民国99年前至今涉及在高雄的民众，都可以前往特约的医疗机构进行筛检。我们的补助条件以及补助的资格的部分，其实跟往年没有太多的差别。好，在一般老人的部分呢，还是要年满65岁。中低收的长辈的部分呢，只要您有中低收的资格，好，然后也年满65岁。那原住民的部分可以在满55岁，就是民国55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原住民长辈。户籍的部分就是99年11月26号县市合并之前曾经，在我们原高雄县市有曾经涉及过，那目前也还是涉及在我们高雄市的。好，那这然后另外有一个全口无牙的就可以来申请。而过去曾配有假牙，但因为使用上有些破损的地方，卫生局也建立了假牙装置品质维护机制，提供一年免费假牙维护服务，让有需要的长辈都能受惠。就是我们也考量到说长辈们在用假牙方面已经用习惯了，那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受损的话，那我们透过这个维修的机制呢，希望能够帮
长辈们把假牙维护好，可以继续使用。卫生局也特别提醒，目前为防疫期间，要前往筛检的民众要记得佩戴口罩，若有呼吸道相关症状，也要先暂缓筛检。本活动即日起到六月底，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要请符合资格且有需要的民众尽早前往筛检。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最近凤梨的议题炒得沸沸扬扬，许多民众纷纷用购买来力挺。高雄市农业局就表示，在228连假期间，高雄首选电商平台就卖出上千箱的凤梨，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内外的市场。中国日前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进口，让许多民众开始担心会冲击台湾市场，纷纷发起购买的活动。而在民众纷纷力挺购买之下，在连假期间，高雄市农业局的网络电商平台高雄首选也销售出破千箱的凤梨。而农业局也表示，未来会透过多方管道协助农民行销。28号当天，我们的高雄首选电商平台，很感谢全国的一个帮忙，我们一天就涌入大概1400箱的一个订购。高雄凤梨的外销量为产量的10%，另外的90%都为内销市场。未来农业局也会与在地企业、学校或是海外厂商密切配合，希望能够降低对市场的冲击。我们在整个外销的部分是占整个生产量的10%左右，的确，我们的凤梨的产业会受到冲击。不过，高雄市政府也有提出相关的因应措施，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在积极跟我们其他的周边国家包括像新加坡，包括像香港、像日本，我们都积极的在洽谈当中。国内的部分，我们包括像跟全联、家乐福、跟全家都有一些合作。另外，我们在学校营养午餐的部分，我们也寄出了相关的奖励的措施。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在地的学童能够多多的食用我们的一个高雄的一个凤梨。另外，网络上近期也相传高雄莲雾的外销也有受到影响的状况，农业局也回应此案为特殊案例并非常态，目前也有顺利将原先被取消的莲雾订单转移，请民众不要过于担心。一天有一个临时的突发事件，说有个贸易商他暂时停工，这个部分，那我们后续的了解，那是属于个案的部分，很感谢其他贸易商也在第一时间在跟我们六龟农会已经有完成那个订购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目前来说莲雾并没有这些相关的问题。高雄出产许多优质的农产品，而农业局除了积极拓展国内外的销售市场之外，也欢迎民众多加选购，一起用行动力力挺高雄农民。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魏武营艺文中心推出2021音乐特辑，邀请多位演奏家和艺术家带来优质的艺文展演。魏武营艺术总监简文斌进一步提到，在疫情严重影响艺文展演的同时，希望透过不断的调整和加强防疫，继续让民众享受优质的各项音乐演出。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宣布，将在2021上半年度带来一系列的音乐特辑，要透过各种不同的表演形态，颠覆一般民众对音乐的看法。而为了配合防疫政策，有许多演出也调整了呈现形态，对观众与表演者而言，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尝试与体验。因为疫情的影响，然后我们激动的来调整我们在节目的上面的这个规划。那我们今天的重点除了是在4月份我们的固定的当代音乐平台的演出，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我们策划出3场在厅院内的这个表演。共鸣体在去年11月在台北的实验剧场有曾经做过呈现，那今年呢，在魏武营它是一个特别版的呈现，因为也这个我们要合乎所有防疫所有的这些规范，那所以等于是给他们更新的挑战，那这次会是一个特别崭新的这个呈现。新冠肺炎的延烧，不管是国内外的演出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艺术总监简文斌也进一步提到，经过不断的调整与策略的改变，希望在落实防疫之下，继续带给大家优质的艺文活动。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的机构，那我们就是要非常严格的来保障大家在进入场馆以后的安全，所以我们的这些不管是干洗手、量额温，还有戴口罩，那我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来劝导民众来配合。确实是有影响到许多国外的团队或是艺术家来台湾的这个意愿，那但是我们同样就是我们还是会想尽办法，就是把最
精彩的节目，不管他是国内或是说国外的艺术家，就是呈现给我们的民众。2021上半年度，魏武营将带来一系列的艺文演出，希望在疫情之下，还是能够带给市民朋友最优质的艺术飨宴。欢迎民众戴上口罩，落实防疫，一同来共享盛举。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会。高雄最新资讯，现在只要搜寻高雄都会台 FB 和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消息。专属高雄人的频道，高雄都会台。有白有波比，阿嬷，你讲啥？你看，这是阮乐林群组传来的台风路径图，这几年吼，全部拢闪过台湾，一定是降神好台湾。